Hello， 你继续听紧嘅系机尾龙啊，咁咧依家我哋就决定离开呢个镇啊，因为都几危险嘅呢个镇。点解咁讲咧？就因为呢个镇嗰个啲教场啲人好恐怖啊，又有啲弟子袭击我哋啦，又有啲牙差屈我哋系贼人嘅同党啊，咁所以呢个地方真系好危险啊，真系唔走唔得啊！ 即系依家我哋已经系开始咁喺度行紧噶啦，希望可以离开呢个地方。啊，买啲药先啦，继续行啦。你哋好啊，有冇听过耶稣基督啊？快啲嚟跟我信教啦，你可以得永生噶，可以上天堂噶，一齐嚟我嘅教堂啦。咦，最憎呢啲咁嘅。 传销嘅嘢真系，去佢教堂唔好玩啊！真系继续行啦，冇佢咁得闲啊！咩教唔教堂啊？呢啲嘢真系，系咪先？你自己话啦。好啦，继续前进啦，向住我哋未知嘅目标进发啊！咁喺呢个时候。 打翻场胶先啦，一个正確嘅决定啦吓。虽然唔知啊，要打几多胶先至会变得更加强大啊，同埋更加之有钱啊。只不过打胶系重要嘅事。咁你见到我咧拎住把剑啊，就证明我系好重视呢度嘅战斗啊。 系啊，加速嘅时间咧，令到战斗啊变得更加快啊！咁即系都睇得几爽快喎，系咪啊？即系唔会话好立好拖泥带水啦。总之系高质嘢咁样。不过虽然话加咗速啊，但系战斗啊一直咁样持续落去嘅，都唔好话一定系容易嘅事啊。 大家见唔见到？啊，我哋咧希望啊可以速战速决啊，但系好明显都系唔成功嘅。见到佢哋对住我哋粗口横飞啊，咁但系冇用啦，你唔救我哋打，讲粗口都冇用嘅。咁大家继续行啦。哇，大镬！死啊死啊死啊！呢个呢两个 boss。 你见到有两个 boss 啊，嗰两个人件衫系唔同嘅，打乜嘢啊？唞一唞先啦，定下惊先，好惊好惊，唉，喘下气先。要打嘅话，不如真系下集先打啦。再见啦，各位，拜拜。